好，麻到脚尖上了。这是一次在医生家中的针灸，扎针的医生看起来现在年是了龄已哈，经不小了。你今年高寿啦？85。85还能扎针呐？哎，反正这是自己的业务，比较熟练。别看年纪大，扎起针来，老人家那是胸有成竹，又稳又准。其实，这位85岁高龄还能给人针灸的老人，就是有神针之称的国医大师贺普仁。提起他，在针灸界可是大名鼎鼎。他挖掘整理了古代几近失传的火针疗法，把针灸可以治疗的疾病发展到了300多种。他的针法犹如蜻蜓点水，有天下第一针的美誉。而我们没想到的是，到了耄耋之年，他还能给患者扎针。除了手上有功夫之外，他说了，还有关键的一点要做到。那一看就知道那个穴位的准确部位。如果眼神不好呢，往往找不准。85岁的贺普仁，腿脚虽然不太方便，但眼神却是出奇的好。手阳明穴起伤阳，耳尖三间合谷堂，阳溪偏里温六掌，下连上连手三里，曲池肘髎五里筋，臂脑肩俞巨骨长，天顶浮突鹤髎节，臂旁五分号迎香。这些字没问题，都看得很清楚。我也没有花镜，我也没得戴，用不着。看报纸从来不用老花镜，朋友买了放大镜给他，家里好几个，有的都落了尘土，也没见他用过。对于贺普仁来说，读书看报不戴老花镜，这都不算什么。老人家还有最拿手的一招。穿针引线的事呢，这都是年轻人，上了岁数以后呢，很少动针。我想现在呢，我还能穿过去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《中华医药》。现在啊，有很多的人十几岁、20几岁啊，这眼睛就近视了。而有的人啊，40几岁就有老花眼了。可是您再看看贺普仁老先生，85岁了，不仅能给患者扎针，而且读书看报都不用老花镜，还能够穿针引线，这眼神啊，还真是让人佩服。您说他是不是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呢？是啊，85岁高龄了还能扎针，看书不戴老花镜，甚至能穿针引线，是不是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呢？贺老经常练功，这几招他身边的人都知道。贺老师的养生之法也根本不用去花一分钱，也不用找什么时间地点，都不用，是很随意的。看来还真有秘诀，那他练的又是什么功呢？这不，看了会书，贺普仁就要练他的养眼之功了。看着好像是睡着了，可是仔细看，眼睛似乎还在动。那是转睛，提高视力。啊，就是您闭着眼睛，眼球在里边转是吗？在这转悠。哦，那怎么转呀？就是要向左，向右。这样来回转，52岁吧，开始到现在，30多年吧。这转眼珠，怎么看怎么像是闭目养神，难道这也是个方法吗？
赫普人说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方法。这还要从30年前说起。他51岁时，作为国际医疗援助队的成员，到非洲某国家工作了1年。就在他回国后，学生们发现老师好像有些异样。原来我的视力很好，1.5以上，看什么东西都是看得很清楚。回国那以后啊，就是看字啊，模糊一点。你比方这儿有一把椅子，是吧？那么就是说，我们正常人眼睛就要绕着走，或者把椅子拿开。他呢，冲着那椅子到跟前儿，才能把椅子挪开。我觉得对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。为什么原先那么好的视力会突然下降呢？赫普人回想起来，这可能和在非洲工作的1年有很大关系。他那个地方热，出汗特别多，汗也是血的一部分。母得血而能视，你的血不充分，不能供应，他视力就必然下降。视力下降这么厉害，赫普人赶紧进行了检查。经过检查，说是有轻度的白内障，所以没办法治，你就等着以后失明了。哦，这样说。以后你再做手术，换个晶体就行了。着急，我们做学生着急，但是从我们的医术上，我们只是心里着急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弟子们的焦急并不是没有道理。当时赫普人的医术已经声名远播，每天来找他求治的患者络绎不绝。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，没有这个休息的时间。还有，我一到下班以后，还有好多那个比较生活困难一点的病人来找我，免费治疗，那个越来越多呀。好多都是慕名去的，就要求贺老师本人扎，我们学生也帮不上忙，顶多我们帮着消消毒、起起针。面对这么多求助的人，尽管眼睛受了些影响，当时他还在坚持给患者治疗。你比如说给他端着那针灸盘，他去拿针，他就是眼睛去看着，手去摸，这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到他眼睛已经坏得比较严重了。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眼睛没希望了，好多老年白内障都是2-3年那就不行了，就得摸着走路了，就得手术不可。当时赫普人正在研究火针，眼睛出问题了，意味着他多年的心血和努力可能付之东流。如果白内障导致失明，对于他来讲无疑是巨大的遗憾。当时负担很大呀，因为我们扎针既要用眼睛找穴位，因为没了眼睛工作就受了很大影响，同时生活上因为我性子还是比较急，如果要真的失明以后，肯定更加强了我的性情急躁啊，好端端的，看见什么都很清楚的时候，到现在完全什么都不见了，肯定不适应。您看看，如今这么好的眼神啊，当年啊其实也碰到过问题。那什么是白内障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图。您看，就是这张图，这是从侧面看的眼睛的构造图。那么在这个眼球的前端，瞳孔的正前方有一部分透明的组织，您看就是白色的这一部分，它就是晶状体，
它的作用呀，类似于照相机上的镜头，通过自身形状的调节聚焦成像，再投射到视网膜，我们才能够清楚地看见东西。那我们常说的近视眼或者说老花眼，其实啊，就是晶状体自身调节能力异常，无法正常聚焦成像的表现。而当这个晶状体啊，由于某些原因由透明变为浑浊，阻碍光线进入视网膜，这个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视力，这就是白内障。那这种浑浊状态如果要是逐渐加重的话，甚至还会造成失明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治愈白内障的，那手术啊是最优先的方法，那就更别提3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按理说这个白内障几十年不治，眼睛很可能失明的，至少视力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可是我们再来看赫伯人，现在啊好像并没有这样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你乐一下，让你乐一下。哎呀真好哎，你看、真好啊。北风五条不要。七万要一个。三条不要。好，彭一万。五饼。五饼好啊。七饼。糊了。哎呦，糊了。因为年事已高。赫普人已经不再出诊，平时他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打麻将，麻将牌他不戴眼镜依然看得清楚。不过当年就在他为白内障发愁的时候，还是配过眼镜的。他两个很难分清那个模糊程度，不知道是老花眼呢还是白内障，就是看字啊模糊一点，有的呢看不清，需要戴镜子。那是30年前，赫普人为了让自己能看得清楚一点，配了一副老花镜。可就在他戴了半年眼镜后，发生了一件事。后来镜子也让保姆偷走了，偷走以后再也没配。自从那副老花镜被偷之后，赫普人不仅没有配过新的眼镜，而很久不见面的学生发现老师的眼睛有了变化。我出国回来以后，完了我来看贺老师，我一看贺老师又跟以前一样了，精神百倍的又开始投入工作了。那您有没有特意注意一下他的眼睛啊？当时我当时也问过贺老师，我说贺老师您眼睛好了，他说好了。贺老师回答向来问题很简单，就等着他失明，或者等了十几年几十年吧，或者说也没有失明，所以到现在也没手术。当年白内障这么严重，可如今老人家却能穿针引线，看书读报，打麻将，什么都不耽误。原因就在于赫普人刚才练习的养眼功，也就是转睛。开始是顺时针转36次，然后36次以后就反过来逆时针转36次，这样长期坚持锻炼，我相信他对好多病都可以有疗效，不仅是这白内障，他的老花眼呐、近视眼呐都有可能治疗和预防作用。顺时针转36次，然后逆时针转36次，难道这就能阻止白内障吗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它就是使局部的经络畅通，气血运行加快，有一些废物它可以随时随地吸收，这样呢这个白内障呢就
形成不起来。转经这个方法，赫普人自从得知自己有白内障之后，就一直坚持到现在。避免那一道，避免手术吧，想尽办法改善一些现状。原来就是想死马当活马医吧。说是死马当做活马医，但其实啊是有道理的。中医啊把这个白内障这类病叫做元意内障，这个意啊就是昏暗不明的意思，就是说瞳仁被一些昏暗不明的东西给挡住了。这些昏暗不明的东西其实啊就是瘀滞。中医认为说全身啊有很多大的经脉都有络脉，也就是分支分布在眼睛上。赫普人自己说了，说在非洲的时候啊，他出汗特别多，耗伤了血，那血虚了，血流无力，脉络啊就会瘀阻不通，不通而为瘀。那当这些分布在眼睛里的络脉有瘀滞的时候，就会生白内障。那这个转经，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养眼的方法。古人相信说这样做呀，可以疏通眼睛里的络脉，驱除瘀滞。比如说宋代大诗人苏东坡，还有清代乾隆皇帝都提倡眼长运。他们两位啊，到了晚年的时候都是眼睛很亮的，而且看东西啊都非常的清楚。那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，说眼睛啊是我们人体代谢最为缓慢的器官，而这个转经可以促进眼睛内部的微血管扩张和血液循环，从而改善晶状体的新陈代谢，促进病变和渗出物的吸收，有助于早中期白内障的改善和控制。赫普人的白内障呀，发现的比较早，而且呢，他还坚持转经，这样啊，对他的眼病的恢复确实是有帮助的。但是他说了，说我的养眼之法呀，还有内容呢。果然，转完了眼睛，赫普人的养眼功还没结束。我们看到他还不断地按揉眼睛下方的一个地方，都是利用那个空闲时间，早晚那个很容易掌握的时间进行锻炼。眼睛也是洗完脸以后就开始揉。看来这就是那更多的内容了。那揉的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？这个承气穴，眼眶下缘，用手食指按住以后，来回的搓。赫普人告诉我们，当人目视正前方的时候，黑眼球正下方眼眶骨上的这个点就是承气穴。他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或没有人的时候，他自己悄悄去做。但是我们问他，他就很真诚地去告诉你。胃经的穴，胃经呢，它是多积多气多血，所以揉这个穴位呢，它是气血旺盛，能够供应眼球的足够的血液，所以目得血而能视。才有了血才能看看东西，所以揉承气直接对眼睛供养血液有帮助，所以保持眼睛的视力不下降。这么多年除了转经，赫普人坚持的方法就是反复揉承气穴，没有一天间断。反正当时一点底也没有，他有没有效果也不知道，效果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，就是试试看。试过了30多年，效果我们都已经看到了。我白内障没有扎针，也没有点药，也没有用别的方法治疗，完全是用转经和按这个承气。两个简单的方法，
赫普人就让自己的眼睛超越了他的年龄。他说，简单不一定不好，关键是把握住重点。用的学问少，方法简单，容易操作，这样就很容易坚持下去。如果你用的学问很多，操作也很复杂，就不容易坚持。越简单越有效，越好坚持。中医讲哈，目受血而能视，这个血呀，其实不仅仅指血液，还包括由血液化生的各种营养物质，比如眼泪啊等等。这个眼睛啊，要不断地接收这些物质的濡养，才能够保持和提高视力。那如果说转经可以疏通络脉，去除瘀滞的话，那么揉这个承气穴啊，就是在帮助眼睛得到更多气血的濡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承气穴呀，是胃经最靠近眼睛的穴位，而中医讲了，说脾胃是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，也就是说啊，由这个脾胃化生的气血是最多的，所以啊，按揉这个承气穴，能够使脾胃生化的气血更多的注入眼睛，保持视力。眼睛得到了更多气血的濡养，不仅这个晶状体没有瘀滞，也不容易变形，而且啊，对预防白内障和老花眼还有一定帮助呢。赫普人的方法虽然说很小，但是却很有道理，关键啊是坚持多年。那观众朋友，如果您也想有一个好眼神，不妨啊也可以试一试。好了，稍后请您。